兴今天邀请各位来参加 iPad 不设限年轻无极限的进化版的上市的这个典礼。看过刚刚的这个整个伯恩跟阿达的两位的表现以后呢，我相信各位现在也很想去甩尾啊。那大家最关心的呢，应该是这样一部好车呢，那我们是要卖多少钱呢？那在跟大家报告价钱之前呢，我也跟先透露一个小的消息，目前在1200cc 以下呢，唯一的四缸的这个车子，能源级呢，发表在1200cc 以下最省油的车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台 iPad 啊，每规的这个耗油量呢是19.3公里。那么在手排档的部分呢？我们是卖39.9万。耶，掌声鼓励。也就是不到40万，就可以拥有这样一部好车。那经典款呢，45.9万的优惠价格，再提升更豪华一点的呢，只要47.9万。最后在旗舰版呢，我们有安双安的气囊 ABS 加 EPD 这样的高规格的配备呢。我们只要卖51.9万。